个公司叫哪些领域啊？串起来了。这个宇宙。这个稍微往后再稍微往后一点，这个是大的，这个叫65厘米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多少钱？小白往后再一点，小白。这个是多少钱？这个大概在5000。这个哪一个卖给我吧？啊？这个拿回去干嘛？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图像就是可以自己设计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自己往里传，装到图像后面去啊。他们站回来有危险。在哪里呀、啊？比如说我现在拍一个就可以传进去。我在大一在创业这边啊。我在录像。这个要是你能大一在创业卖了？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是拍。这个用来干嘛了？现在主要拍商业广告。我们所有的产品在这个上面可以展示出来。我们上海这边，我给他做了一个 logo 的封面，所有的 logo 全都。你们补充给我一本吗？我们没有带。那你买呀？怎么买呀？没有买嘞？加微信买的。加微信是吧？我们就来了。你能不能现场拍一个试一下？现场拍一个试一下。那个票。小朋友小心，不要往前看，小心点。玛丽亚。卖任何的产品，哎，卖任何的产品就要在这个上面做啊。卖任何的产品就在这个上面做啊。就任何产品都可以。材料没有带，哎，我们如果 KTV 想小姐也可以出去在这里选啊。厉害，这个很好，买了没有？这什么东西？